上好啊，欢迎各位宝，谢谢我的宝。小声可以收一个，可以送个飞机或半套，找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送个飞机吧。晚上好啊，欢迎各位宝宝来到今天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可以上个飞机或半场，一架飞机就有啊，上个飞机吧。精致的小 AI 画图，真的吗？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喜欢主播可以上一架飞机支持一下哦，找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宝，好。感觉我太白了。但不知道怎么能把我的肤色调得黄一点。晚上好啊。
试一下换成黄色，纯黄色的灯会不会黑一点？这黄色的灯，好像有点奇怪。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芝芝的直播间。喜欢直播可以上一下飞机支持一下哦，涨一下飞机就可以哦。亲亲我的宝，嗯，小熊可以送一个。欢迎各位宝贝到今天的直播间哦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。小生可以送一个，可以送个飞机或办卡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宝宝，嗯，哇，谢谢我老七哥哥的飞机哦。嗯，谢宝贝的飞机，上了飞机的宝贝都有点直接头像空格音给你安排了。谢宝贝的飞机哦，嗯，嗯，亲亲我的吧，嗯，谢宝贝的飞机哦，还有宝贝想飞可以飞一个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宝，小宝贝的飞机，有没有哥哥要飞一飞的？给你升个飞机哦。宝贝的飞机哦，宝贝看一下私信哦，给你安排了，看一下私信哦，给你安排了。亲亲我的吧，嗯，欢迎罗马帝国哥哥，喜欢主播可以飞一飞哦，哥哥们，一架飞飞就可以好。
被你给连拍了，你看一下自信呢。猫哥哥想飞可以飞一个，你叫飞机就可以了，你是个飞机伙伴看哦。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喜欢主播可以上一架飞机哦，这一架飞飞就可以了，可以上个飞机伙伴看哦。哥哥想飞可以飞一个，你叫飞机就可以了。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。小主播可以关注一下哦。谢谢糯米的班卡，好久不见，谢谢糯米的班卡。
欢迎各位宝。有没有宝贝要飞一飞的，可以是我飞机或班卡哦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嗯啊，嗯，造型成熟了不少，就是换了一个发型。嗯，其实也还好，我以前也挺性感的，只是发型不一样，换了一个发型。之前舔妹，对，舔腻了，舔了几十年了。阿猫宝贝想飞一飞的，可以上个飞机或班卡哦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想上可以上一个，上个飞机吧。有没有宝贝要飞一飞的？想上可以上一个，可以上个飞机或班卡，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宝。小糯米的飞机，小木大糯米的飞机，嗯啊，欢迎乌鸦哥。先小呆的这份飞机，我们还差两架飞机可以过四星。谢谢，小糯米的飞机，嗯啊，嗯啊，小糯米哦。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芝芝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亲亲我的宝，谢谢宝贝们的飞机，来补飞机了。
好呢，期待期待。瞪大双眼，眼巴巴的看着。小乌鸦哥的飞机，乌鸦哥，乌鸦哥大气，乌鸦哥溜冰。谢谢乌鸦哥的飞机，嗯。谢乌鸦哥的飞机，不知道可以私信我，我给你安排哦。今天剪了几根刘海，就这样剪得有点毁了，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它，就这几根非常的难听，谁懂，把它压下去。今天看那个什么小红书上面推荐什么剪几根头发显得有氛围感，然后就剪了几根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是这么早吗？这么早就睡觉了？怎么睡得着？怎么睡得着？嗯？欢迎各位宝来到今天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我的宝。可以选择上班的时候划水。
你在上班的时候摸鱼，就比如说像我现在，就是属于上班摸鱼的状态，向我学习。看似直播很认真的在直播，其实在很认真的摸鱼。欢迎各位宝，欢迎大家来到芝芝的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，可以点点关注。谢谢我的宝，想收可以收一个，可以收一架飞机或奔卡，我找一架飞机就可以了。收个飞机吧。欢迎各位宝来的芝芝的直播间，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。谢谢我的宝。晚上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到芝芝的直播间。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可以点点关注。谢谢我的宝。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哥哥。
上好，欢迎各位宝贝来到芝芝的直播间。喜欢主播可以送个飞机或半套，只要加飞机就可以了，送个飞机吧。小飞可以飞一个，哥哥们，只要加飞飞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哥哥收收三张班卡的？我们只要三张班卡就可以过一星哦。收完班卡之后还可以私聊我哟。什么舌头？没看懂。等一下，我的脖子好痒。姥姥，我不会对这个假发过敏吧？怎么感觉一戴这个假发，全身就痒痒的？各位宝，有没有哥哥要飞一飞的？想说可以收一个，你叫飞机就可以了。亲亲我的吧。
晚上好，欢迎各位宝贝来到芝芝的直播间。喜欢主播可以上一下粉丝或办卡支持一下哦。有没有哥哥办张卡的？办卡也有，办卡也可以哦，飞机也可以呢。小时候可以上一个哥哥呢，亲亲我的吧，欢迎各位宝，有没有哥哥要飞一飞的？可以上个飞机或办卡，你叫飞机就可以了。感觉我眼睛里面扎了个东西，调整一下哈。圆通，
欢迎各位宝贝来到今天的直播间，喜欢主播可以上一架飞机支持一下哦，涨一架飞机就可以了，可以上个飞机或班卡哦，亲亲我的宝。欢迎各位宝贝来到今天的直播间，什么那行吧，你突然间啊一下，怪吓人的。先祝我一哥哥的粉丝荧光棒，欢迎各位宝，晚上好。现在斗鱼哪个主播有微啊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也去看好吧。现在哪个主播有？啊？你跟我讲一下，我也去看。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什么那个啥？